兄弟们，我对小迷糊不好吗？我只是小迷糊，现在只是小，知道吧？小迷糊现在只是小啊，我只是想管管孩子，我不想让这个孩子以后长大像老四似的，兄弟们，处处走到哪都耍流氓，知道吗？我不想让小迷糊以后长大像老四一样，我想让小迷糊以后有出头之日，我想让他有出息，我想让小迷糊找到一个好点的对象。兄弟们，你说有错吗？作为一个监护人来说，你们觉得三爸想法有错吗？啊，我那是恨铁不成钢，知道吗？现在咱得教育，你不能溺爱他呀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咱不能溺爱老四啊，小迷糊呀。我那时候都说了，我都想把小迷糊送走，我都发毒誓了，我都没把小迷糊送走。你说小迷糊现在成啥样了，兄弟们？我一说他就不愿意，跟我指手画脚的，呜呜喳喳的啊，还骂我，还咬我。兄弟们，你就说这狗，如果要是你的话，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把？